穿了一点业内站进去。现在今天又跑到周末吧，我们开车开车。我那个还没收，就看到九鱼仔了，看躲在那里面，那个应该是洗头。我等一下给他一起做。哦，这是洗呀、啊！哇，看大家看，哇，这里面九鱼仔挺多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货。哇，那边看，哇，这才刚刚开始抽，看来这人内战起到效果了。今天风特别大，看，这是在半岛站吧？那边追让他在那边抽，我们开抓，这边我就看到一条了。哇，今天可以呀、啊！我起头，可以给他做了做了，先放进去。那旁边的先给他找一下，这半岛真的就是不一样。没有，哇，小螃蟹，小鱼仔。走走，往地下去找。这旁边的先给他找一下。哇，这旁边直接跑出来一条，起头可以可以。今天又忘记带手套，真的可以。然后刚才这底下怎么有动静啊？我不，等一下，给它放进去，这底下先找一下。今天，这手套一忘记戴，看就会受伤。大家出来一定要记得戴手套。哇，好疼！底下抽不动了，去给它关掉。哇，休息一会儿了，好多了。果然被杀到了，把血迹出来好多了。那你这边先给它抓，看。这个，哇，这是什么鱼？不知道，反正给他抓了再做。哇，那里面看多不多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是都盘了再做，一边慢慢的找。哇、哦，小鱼仔，特别多，不抓它。哇、哦，这种，来，这个，哎，起头，可以给他抓了。这边也有一条，哇、哦。可能太久了，我刚才休息太久了，都缺人了，都差不多了。这边，哇、哦，两条，系统可以，收了。这是，哦，这里面还有条，哦，这是可以，哦，黑丢，这个够大，收了它。哦，你还跑，哦，太难抓了。来，忘记带手套出来，这个不好抓，进去吧。这里面我刚才好轻，哦。哎，可以吸头。哎，这个好像也是黑雕啊，不是吸头吧？收了，不管它了。我、哦、这里面刚才，哇、哦，真的是海货成堆呀、啊！可以。我刚才坐在旁边休息，有看到这里面一只螃蟹挺大的，都不敢伸进去了。别吓我，我没戴手套，要出来自己出来。我慢慢的给它弄出来。哎，我刚才有碰到，哦，在这边。出来，哦，这是它，够红吧？哎，好，你还跑？哇，这种的螃蟹夹到就完蛋，看。咦，也给他按住，个头可以吧？走了，见到我你还捡跑？哇，这里面太真了，没事我就过来要带那个钩，都忘记，走又不敢进去，怕被夹。哦，这边还有一条，是怎么？你跑得了吗？哇、哦，黑掉，这个个头可以，给他收了。下次千万要记得戴手套，手这边一下，那边一下，割的受不了。哇，这边看有条大货，等一下我把这个石头给它盘了一起抓。终于见到大货！啊！来，出来！哇，这是黑毛漂亮吧？看，哇！这个够大，主标还在一张一张的，给它抓了去。
比于是大的石头蟹，好像比刚才那只更大。我摸了好久不敢动，来，慢点给它抓出来，快，出来，别跑，哈，在这边，看你往哪里跑，好不了了。哦，我没小的把我吓一跳，瘦了瘦了，这只也可以，继续吧。嘿嘿嘿，溪头。小溪头给他做了，可以可以。塔罗，哇，这里面一直有动静，但是我一直抓不到。这两块大石头我真的被吸死掉，我哪天拿个那个锤子过来给他锤掉。这半岛的资源就是比较丰富，捡东西也好玩。然后今天真的是遇到鱼窝了。可以可以，效果不错，他们就不找了吧。哇，忘记带走上看，今天晚上回去一鱼都走了，这割的，哇，手好疼。然后刚刚下来受伤，这里受伤，这里受伤，全部都受伤了。看见后，周火赶紧回去给他花露菊摸一点，不然太远了。来看一下今天的周火，哇，这个现在都基本差不多了，因为我在这边待得太久了，老是受伤，啊，都缺盐了。这七头应该有十几二十只吧，然后还有一只这么大的石头蟹。哇，这个黑雕给你看，一抓起来它就开始这样动。我说，你干嘛呢？进去啊！最给力的是这条，哇、哦，看嘴巴一张一张的，就有你砸的啊！然后这个这么大的，刚才这么久就抓到第二条，这我们这边叫黑斑。然后有的地方好像这个叫那个黑毛鱼什么的，啊，这个在我们这边挺贵的，这么大的一斤差不多，这条差不多有个一斤多吧，一斤也有100左右吧。然后这只可以呀、啊，今天总体拿去卖应该可以卖个200吧，不错。然后这七头拿回去自己吃了算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全的多帮忙点关注，谢谢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走了，炖鸡肘子回去。